酒手，我准备酒手，对，不是喝酒的酒，真能忍。其实弹吉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吃大餐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吉他呢，本身可以挡住你的肚子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哦。所以我觉得最近的，对，最近一直在发福的。不过、其实你可以用谱架放在前面挡住肚子就好了。哦，谱也可以啊，所以当主唱也可以吃好料就对了。对。其实韦涵有一个外号叫“据点王”，对。就人家讲话说，突然我讲一句话，人家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。对，据点王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这首歌是也是自己的创作哈，这歌名叫《最爱的是你》，最爱的是你，对。没那么轻快的哦，对，我现在的歌真的是都是很多安静的啊，可是大家后面那个就很厉害了，大家后面那个表演都给你们精神。OK， 好，最爱的是你。我承认我最爱的是你。
谢谢。这个叫最爱的事物。